们现在又飞到澳洲的下面一个岛，叫做塔斯马尼亚，然后它离墨尔本飞过来只要一个小时。以我们对澳洲的印象来说，塔斯马尼亚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地方。那它在澳洲的最南边，是一个爱心形状的小岛。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把这个地方排到我们的行程里面，只是那时候跟我朋友聊天聊到说，澳洲有什么推荐的地方，很多人大概有三四个人都跟我推荐说来塔斯马尼亚这个地方。对，那来到这个地方呢，除了可以看到很多野生动物之外呢，还有机会看到极光，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酒庄，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待10天。我们其实对这个地方也是蛮陌生的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。对，那我们搭飞机是搭到 Hobart， 然后呢到了这个机场之后呢，一样也有 Skybus 可以搭到市区。那我们这次呢是会用租车的方式，所以我们就在机场这边就租车了。嗯，那我们现在去拿车吧。它这边一出来，还没有出机场的地方，这边就是满满的租车柜台，感觉这边就是很多度假的地方。对，很多人会来这边选择用自驾的方式玩这个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去拿车吧。嗯，八九。啊，好冷哦，风好大。感觉飞纽西兰跟这个塔斯马尼亚的风都好大，嗯，飞机都晃得好厉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开车前往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。对，我们住四个晚上。它的简写就是 Youth Hostel Association。那我们会在这边待四个晚上，然后先去看一下我们住的房间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1号。哇，这间很新。所以是不是其实来纽西兰或澳洲找 YHA 就 OK？ 对，但是没有电梯。都没电梯 ，Hostel 都这样。最近在澳洲、纽西兰这边啊，他们都会用这个 Go Key 的这个 App，然后他们就连接他们这个钥匙，搭配这个密码锁，对，然后就其实只要按一下，就，哇，还不错哎，对呀，难怪 YHA 这间好多人推荐啊，真的，嗯，而且很干净，对。嗯，很干净，很大。对，然后它这里有很多间，我刚刚看楼下它又有厨房，然后有洗衣间，然后来看一下它这边的厕所，它这里有2间，然后它这个是马桶跟冲澡的在一起的，然后它这边还不错，它这里还有吹风机。看到、哦、它有全职跟低脂，就是，对啊，我要买这个，对啊，便宜，2块而已，然后一些菜晚上可以吃。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 Richmond， 那它距离市区开车大概20分钟，10到20分钟的距离，近近的。这边呢，除了有一些景点可以逛之外啊，有很多像是 cheese 的卖 cheese 的店啊，还有很多酒庄可以去逛，啊，还有很多咖啡厅。我们开过来的路上就有看到很多种葡萄的。然后我们从昨天到刚刚就一直在市区，我在想说，哇，果然纽西兰还是真的是没办法超越的一个地方。后来转进来之后，转进来往 Richmond 的路的时候，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样子哦，有一点点纽西兰的样子。嗯，你看 ，Enjoy High Cheese， 什么是 High Cheese？ 那个、啊、吃了会 High 的 Cheese。这是什么？它做巧克力耶！我们不是在逛 Cheese 店的吗？被它做很美的巧克力耶，不知道有没有酒在里面？哇，跟鼎泰丰一样。在来到塔斯马尼亚之前啊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跟我说来塔斯马尼亚要喝酒，全世界最好的葡萄酒在这里。然后就连到了澳洲，也都是讲到塔斯马尼亚，大家都说来喝酒。对。这个巧克力看起来不错吃，23块。哦，这是刚才在做的，哇，这个非常贵。15个 piece， 哇，很漂亮耶。真的，这也卖 cheese。对，这也卖 cheese。哦，你看，它这边就是那边可以坐位。
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吃起司喝酒。这真是苹果口味的。酒口味的，这苹果酒口味的，我吃了会不会变酒驾？这很少啊。就我觉得它这种的看起来也就很好吃的样子，啊、为什么总会这样？cheese 的店之后呢，我们又开了两三分钟，来到下一个果园。它这里有非常多的果园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对，一排都是。有，看那是什么生物啊，在那边窜。这里是有得奖的，卖酒的。哇！卖鸭子纪念品的。大家都来这里喝酒哎！你看，他们就是来这种店，然后就吃起司，然后吃巧克力跟喝酒，对，就做这三件事情。好享受，可是他们开车哎。如果说我没开车的话，我就要喝。Okay, so we are unfortunately not doing this option, but our bottom one. Which, if you have a look behind you on the table, this is made in a traditional French style, like champagne. But we're not allowed to say that. 第一杯，第一杯他是说有这个有气泡的，那。有气泡的白酒，那类似香槟，对对对，类似法式的香槟，我觉得这个你会喜欢，但这个非常贵，这60块。This one here spent 34 months in the bottle fermenting. So that's the activated yeast sitting in the bottle. And so this spends 34 months like this with a quarter spin every day. 它是不是每天都需要转那个瓶身？对对对，对，它那个瓶身每天都在转，让它的沉淀，然后就是沾到酒的每一个地方，这样子。有一点像，哎、欸，你的5块是可以喝一 round， 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很划算。他们这些品酒师都好会说话、哦。对呀、啊。说喝起来有什么感觉，然后很适合什么食物之类的。嗯。很美妙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这个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第一个比较猛。第一个是它一倍的价钱。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previous one, but we stopped the fermentation a little bit earlier, so it has a slightly higher sugar content to it. The big difference is it has a very creamy and sherbetty mouthfeel to it. 他说这个比较甜，喝起来比较甜。真的比较甜呢。哦，女生喜欢这个。这个40块。它这里有几种的 wine tasting。在这里，像我们选的就是5块钱，在这边喝着他这边的5种酒，然后你还可以选别种方式，像是你可以坐在那边啊吃东西点餐，然后吃起司，他也跟你解释呢他的外的故事这样子，然后看着风景，对，然后就是选在这边吧台这边品尝这5种酒，才5块钱哎。塔斯马尼亚的酒喝起来有不一样吗？其实我也没有很懂酒，所以我是觉得蛮好喝的。你看它后面满满的就是那个葡萄果园。其实我是想要去参观那种酿酒厂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。来，下一间我们来这个 Quick Cheese。我们两间都买东西耶。对啊。这不是我们啊。天哪！来，先去看看这个有什么需要。哦，哎，你看它这有卖蜂蜜耶，它这蜂蜜看起来不错。好东西，他在那里做起司耶，我们赶快去看。你看我们这一趟是那种农场之旅，对，哇，这起司感觉就可以买了。我今天早上就在想说要不要买起司，但是想说我们都要来逛这种店了，我们就在这边买了。农场。那我们来吃这个苹果口味的巧克力。不。里面是软的，外面是硬的，很好吃哎。有酒味吗？嗯，有酒味耶，淡淡的酒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景点好了，好避免再买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 Richmond 这个小镇里面的这个 Richmond Bridge， 它是有被列入澳洲的遗产的哦。然后这座桥呢，它是囚犯建造的，也是澳洲到现在都还在使用的一个最古老的一座桥。然后你看到那个 AD 1823那个就是它的建造年份。
对，所以表示说这座桥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还有小鸭。嗯，小小鸭。好小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在 Richmond Bridge 旁边这个呢，是澳洲最古老的罗马天主教教堂——圣约翰天主教堂。你刚才不在说吗？最古老的竟然在塔斯马尼亚。对啊，不是在澳洲的本岛。嗯，因为原本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呢，应该是在雪梨的圣母主教教堂。哦。对，但是它被烧掉了，所以这一座呢是在1837年建造的，所以它就变成了澳洲最古老的教堂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吃 Richmond， 它这个市区里面这一间看起来蛮有名的的咖啡，哇，很漂亮哎！这里的房子感觉随随便便都超过很久了，哇，这椅子也快塌了。然后我看周遭的人，他都是点一个 scone 搭配一壶茶，在这边坐着享用。它这整个环境都是很复古的感觉。不，根本不是复古，根本就是从古时候就到现在。走在地板上面都会有那个乖乖声，对，是一个很有感觉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意大利面来吃。对，你看我们这个意大利面看起来就很好吃，上面铺满了 cheese， 嗯，虾子，嗯，很好吃，而且搭配它上面的 cheese， 然后融化了这样吃下去真的是好搭哦。嗯，而且它有很多种海鲜料，对，花枝、虾子还有鱼肉，对。它有两种味道可以选，一种是 tomato， 一种是白酒。嗯，你就选 tomato 是吧？就选番茄。今天晚餐呢，我们一样就自己买一些菜，然后煮辛拉面，然后肉这样子，然后还有我们在那个 quick cheese， 好吃吗？切的，嗯，然后我们还在超市买了一个这个19块的白酒 ，Made in Tasmania， 对，这边当地的，嗯，19块，我们想说我们来喝喝看一个最便宜的，喝起来有什么感觉？19块，还可以，对，还可以，不错哎，嗯，而且你还说跟酒庄的差不多，跟酒庄的某一个酒，嗯。现在来到 Hobart 的镇上这边逛一逛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码头旁边，然后它这一整排呢就有一些 restaurant and bars 就在这边，然后它都是一些老建筑，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漂亮这样。可是这里春天还是蛮冷的，你看我们穿了这么多，嗯，然后我们想要去这个 fruit market 逛逛，然后这一区呢，嗯，也会是礼拜六我们这次要在这个市区的重点，就是礼拜六它这边会有个市集。好，对，那我们礼拜六再来这边一次。没有很大哎，好小。然后在这个超市啊，它有很多塔斯马尼亚的农场里面的商品，然后像我刚刚就有看到我们昨天买的那个 cheese。Wicked cheese， 然后还便宜1块钱，嗯，所以可以在这边买。然后还有一些像是蜂蜜啊，他们塔斯马尼亚农场的蜂蜜，还有酒，然后还有软糖，我们也是在农场都有看到那些一样的商品。然后在这边还有比较便宜。对，然后我买了这个牛肉，12.38。哦，
哎，那 cheese 在哪里？哦，对，我们昨天就是买这 cheese， 好吃，好可惜，这我没办法带回去。对。这条路也很适合骑公路车。上次遇到澳洲夫妻，他就跟我们推荐说，来到这边的话可以骑公路车上惠灵顿山。对，然后沿路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小型野生动物的牌子哦。期待一下我们会看到什么野生动物。